我没有给它梳洗干净的话，它那个鸡味啊特别重，所以我们鸡翅啊要做的好吃啊，每个环节都要注意。加入盐、鸡精、白糖、秘制卤料，水烧开之后转小火。一级的老翅，这种一级的老翅啊，它养殖的时间啊是有500天以上。这样子的话，就是我们在入卤的时候，它就不会软了。慢慢卤制的，这都是老翅的，都是养500天以上的鸡，那个鸡翅卤完就可以吃的。不行的，还要再炒一遍会更好吃一点，让每一个鸡翅都裹满蜜汁的香味。卤好的底汤，跟炒一下，蜂蜜。炒个10-15分钟吧，光折更练的，多数长大，一斤的鸡翅做出来，差不多在6点多。现在鲜味的都出来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是福鼎蜜汁鸡翅，你看这是做好的，蜜汁完才这种色泽好看的。你看这老鸡翅的，它并不是那种嫩翅的，你看，哇，你看。每一个都独立真空包装的，然后每个鸡翅都在35克以上的，现在建议再吃5个。